随便，都都你熬不？熬不行。熬不说吧。哦，这里有我妈。他们是烧饭的妈。好的嘞。哎，这里也有我。蚂蚁里面那个蚂蚁蛋很好吃，用来炒鸡蛋。听说是高蛋白的食物，对不对？给你吧，给你。这个是什么？算算甜甜的。在老挝户外，就是有很多像这种类似这种的野果可以吃，还有我好多东西都没见过，不敢轻易去尝试。哎呦，你怎么了？哦，好多蚂蚁啊！这，在吧？还味道挺好。嗯，好，来吧。哎，你别跳啊！哦，那干快了。你在？啊？你在？那是坏。都快好了。都快好了。快好了。嗯，好，干快。你在？我今天一路。打开门。啊，这树底下好多蚂蚁。树吧。这是这个树上掉下来的芒果，小芒果。嗯，每次下过暴雨之后，这个树上都会掉些芒果。这是你，你先尝尝。你作为特殊人群都怕霜的话，那我跟他。哇，什么时候好啊？喂。一段没什么果肉，好酸。哦，你来了。嗯，你来了，三面了。嗯，好多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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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快面哇？
ก็ยังเคยหาออกไปได้หรอ这又是什么这又是什么啊这个龙眼不像龙眼栗子又不像栗子这是肯定很帅哎呀我靠这里水果适合看你各种特色的那种水果好像是今天给进来吗等一下进入那个大鼻孔里面就好了吗我们小孩子就是一个一样你好不好笨不笨了刚吃完饭然后这边刚好来了一辆拖拉机应该是上村游者的那个流动商贩我们去看看他卖什么谢谢风笛哥送来的浪漫花火感谢大哥哎这个我们应该叫什么呢哎龙亮他的龙亮白炭3.2元一公斤下架咯4公斤好了干了啊好硬干了好了这个叫地瓜吗怎么会叫雪莲果呢大哥我们那边叫凉薯他们当地人种的这边种的这些农作物他们都不会打农药施化肥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甜他在了关键你放慢跑他在了慢跑慢跳慢跳慢跳过来跑过来哦是是是
还没录加工了，上工上工，帮有你吧，不有混啊，有么样？哦，城里面呢？嗯，慢不？还可以啊，挺甜的，水分也很多。再给你，再给你。吃了一个没？他一般有时候都会给我先吃啊。嗯，嗯。两口子不容易啊。好的，大口子。好，谢谢，给来。好，谢谢，宝贝呀，好，谢谢。谢谢了。嗯。有那个了，谢谢。OK。也不容易啊，两口子，两个小孩，出来卖这个粮食。江南风多嘞，怎么样？不样多啊，不怕下雨。好了啊。好嘞，拿吧。哎呦，哎，你给我来呢？嗯，好在。在。哎，你既然还拿人家的，好了，回去吃粮食。